在第五位，刚才从他走路姿势来看，好像有一点点这个伤在身上。李云典这一轮呢是选择了难度系数为2.8的向后翻腾两周半团身。有点欠火候，没有完全捅直就入水了。他的翻转时机不够好，所以并没有完全的把这个翻转动作做到位，所以欠火候。亚洲锦标赛曾经获得过第5名的成绩。